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嘞》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大家的好，下家人哦，最近是动油之飞，头摆好，大家是讲啊，有事唔去嘅也着农作物啦，就为了去加工，做成很卡多嘅农产品，再过来做其他嘅利用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就会来同大家来了解哦，到新竹关西有一类老太哥，佮熟悉嘅当到也着农民啊，事唔去嘅也着农作物，大错嘅一类。新的社会平台，韩国爱用亚条农作物农产品来讲出关系的故事哦。谢谢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节目，地图有请到的来宾，先来分享 Andy 最爱马舞蹈的罗振凡罗太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振凡，在新竹人关西镇啊，今天当分享。很高兴来到了《福气来了》这个节目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罗太哥，韩国三号来，哎，那我一边来宾是同济琼哈，大错亚洲新闻平台的 T 房妈妈，欢迎总书记总太子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竹县关西镇哈，客家妹，我叫张瑞琴哈，今日真欢喜哈来参加这位《福气来了》这个节目，谢谢。好，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哦。首先，我一开始讲的罗太哥，你端正是按用熟悉的菜地也着农民机也着生唔起嘅也着东西，所以讲收购机也着存的呀，也着农产品也着，真紧是安尼。错啊，人民讲下晓得，哎，你客家农友啊，农民家，伊要做着福菜呀、咸菜干啊，哈，伊个着做好以后有啊，伊就用的。啊，全部本身学啊，上班你二人买就该用来，一只保存食物的观念。不过他们记得去讲买一只收入啊，所以我哋哈去讲做一只平台哈，那个东西你卖不出来，唔怕，全部搞不来的。嗯，来的一个那个天数卖，还有一只把它利用加个客家的特性有没有去做一些食材，然后给大家知道。不过其实爱做也着变化，因为太家己哦。爱种嘅农作物其实当多，也着农作物都爱发脑筋去想，做得来做按到嘛，该来变化。故事哦，你就有呀，小帮手、大帮手，也着替房妈妈同乡下来做。错啊，像也着替房妈妈有啊哈，还有个着新住民哈。还有新住民就全部菜地人，韩国菜地嘅新住民。完全在菜地人有啊哈。南洋风料的结合客家风，太极家来打造一个新的食材啊！不要去磨去老几个种来浪费它了。然后二老的客家的东西，石跟石头的进步有啊哈，想办法而进步啊，莫停留都在那边。真奇，因为黑家是讲吼，也着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嘅东西，黑冇完全来利用，就会吃到董大嫂。董大嫂，真奇，有的东西有啊哈，全部都浪费了。啊，唔像掠到干的掠到，唔像干掠差不多干的会出来。嗯，会抬出来。那掉出东家，唔会滞销嘛。因为今年的甜食公司才懂好，购置全部就大都懂好。错啊，所以你那种滞销家是冇时间，跟中嘛。另外产出一个那个新的一个平台出来，莫讲丰泰啦，该怎么？刚才董大嫂，啊，辛辛苦苦按种出来的东西有啊哈，你那不用太一多太，刚才的会很可惜啦。对，哎，客家人全欠全家，前半周唔在按大嫂。不过其实我看到老太讲，你熟悉咩样的东西出台？买大嫂一件事情以外，其实你应该还有其他的目标想要来探讨。就是希望后生人是不是要做得加油一只机会，做得较准来较到位。其实想做了一只平台哈，我就有一只观念嘛。嗯。做得老后生人，各种的突转来。嗯。啊，本地都有，就算一只个突转来有啊哈，你要的，一本地就有就业机会，一比成百一下。所以你像开发了条新产品了条有啊，我咪希望讲，哎，他就个叫我来做，啊，然后。还替主人，希望跟做一下友善的环境。嗯，对土地。对，嗯，对土地要友善。还人家就讲耕作的那方法要去更新，不要说摸光，
当紧张啊，喷胶的呀，抓到油嘛个油啊哈，然后你利润也减少，啊，想办法就是说提高利润，友善耕作。哇，真奇！一下也是动态的目标，不过一下一扑一扑都给上忙大兵动作。哦，古时候人都一下基金有伊咧，出去上去实习呗，很多农霸实习、农霸市集，也很用的个一只实习，你不买按到嘛个东西。农霸市集来讲，一只叫爱到去个种个人行了都有啊，还有记得做重的东西，卖唔着。我就是跪下来输着了。农产品我讲唔济冇相关，我该提哦。按讲讲的，我多少还会讲。哦，还会讲讲，系唔系有些动到农药？哎，所以你还要啊，佮这按拿出来洗洗处理过油啊哈。你像了大橘饼啦，哈，咸菜了都有啊哈，还有其他你像洛神花了都，佮草莓了都输着了。跪下来做。哦，也对。背后嘅太公神吼，就会坐到顺风诶，状态子也冲哦。你也对，平常时做也对东西，系唔系动手脑筋呐？有时不过还好，也对，爸爸妈妈好，会叫下来参与哦。啊，大家都分享，哎呦，帮你做，哎呦，帮你来吃不下好诶。嘿，你也对有吃诶，通讲你像迄草莓，要按用个农产品，就吃诶动作做无，可用个做法，哎，就想到讲，草莓就做草莓酱就好诶啊，顺便杭州再拿来做嘛，赶紧从吃过那一条做法。哦。草莓哦，我到上面要做个种诶，要落去做类似布丁奶酪个方式来做，超嘿。感觉都好食。啊，你还没清到冰沙没？我到上面要落去拿来做冰沙个部分咯。哦。来做冰沙这样子。嘿，还有嘛？刚刚人家有想到讲冬天片个做法，也系讲其他个农产品。有用啊！各位就叫张妈妈吼，张太太吼，伊专门是伊哈喜欢研究类似烘焙个部分哦。我到时候会留了条食材吼，烘干喊你讲吼，安尼泡一炸方式哦，比如做面包或是饼干。哦，真奇呢！佮除了像草莓以外，其他嘅农产品做得有哪条其他嘅方式来做？青豆啊，像我多少嗰种嘅在地食材来讲嘅发热，咸菜，我多少做嗰种嘅做咸菜干，咩做泡菜，嘿，啊菜头咩香浓是嗰种嘅萝卜干啊，我们我多少是老了种嘅菜，哦，啊嚟结合。多了种个，那他传统地不都了的研发个种个梅干菜，对，炒饭跟那个萝卜干炒饭，个都啊含住青豆跟农产品啊，像个嘛个啊，像俩婆婆妈妈青豆按种下来之后个情况下，因为以前务农嘛，太家全部儿子搞会做，让如果是啊，像梅子也可以做梅醋啊，素你都懂吼吼，其实你讲这个唔会做是这个二十二这个六十，其实也对啊。环境个问题哦，以前搞同咩啊唔方便，所以你像香港都啥个种诶，梅子啊，就可以做那个梅子，也可以做梅子醋。对，就得用卤诶，还就得拿来做下磨叶嘅笋丝。炒出个时间不用得磨叶，然后煎五个时间不用得磨叶，没听到是啦。原来是按呢，真奇呢！哇，罗太公，你是哈被按到，属你按好的妈妈，新出名也得朋友，叫他来做一个东西，韩国跟他有讲到，其实也得没有一个传统，传统你都买用的嘅食材，用的嘅东西不太噶。大部分来讲，按照传统来讲，有啊哈，黑料的婆婆妈妈料的，处理上面他们当很喜欢玩这些食材。好棒哦！东西拿回来，东西拿出来，就麻烦记得一种，挂下来，我仲还会出一张做一点，还会说，还会讲，啊，然后其他像你啊，都有啊哈，全部搞稳记得一种。哇，就像做蛋烘啊，看到一个冬天片嘞，像干麦用的个点心，一般然后市面烘看的都给干麦个点心，就会给种有冇？温巧克力的干麦切片做果干，还有温巧克力按用来吃。不过你按用给干麦给果干看起来冇乜个轻用呢，要很多物件啊。我到啥前面按到大橘饼。大橘饼。对。大橘饼，其实看起来是贵粒的干麦落去轻便便按用做诶。其实通干。哦，
系统感，啊，做得用其他嘅感冒，比如讲风感啊、肺痢感啊，做得用冇？有吃过，唔过爱风感，风感就咪佮烧嘅时间吼，佮个果肉会分离。哦、oh, ，不适合。嘿，我用我老皮崩开。嗯，后来你发觉其实皮有点破。哦，古说爱用的料理店都是爱吃亚干梅的皮，从冇。哦，陈皮。陈皮哦，原来有看到从阿苏红亚的呀，亚诺贝的皮其实冻盘。瞧，那个二陈皮。哦，哇，古说亚就爱用吃甲食，做果干爱用吃甲食。做的做冷的，嗯，没做的泡茶。嗯，咪做的那个煎个种啊，煎麻油卵啊，麻油卵，很多人都会做麻油卵，嘿，哦，哇，要咪迄个就真正就这个上多，做人都会做麻油卵，因为上食，嗯，啊就加上讲有某个东西，因为人家传统东西方是讲，以当地食材，嗯，以健康嘅方式来做阿哩本泰家的肉。真行呢，你看一下的天凤妈妈，真行是他用你啊的七家的肉质肥，还够太噶，用下来讨论出毛，就用农产品的结合，古时候也得农作物农产品，其实做得唔大爽，出钱量唔大爽，还够爱护土地爱小食物，爱用的观念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搁再来谈其他的故事。又转到福气来咧，我系中意群阿群妹，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收集好对新竹关系来嘅老太哥，带阵一条地方嘅妈妈，叫下来打造一个相互平台。加下有讲到吼，老太哥其实属于非常多菜地农民家的，生唔起嘅一条农作物。唔过吼，属于农作物就听说哎呦一个标准啊，因为人家就爱老去做做商品，爱拿来卖嘅。故说听说有一个属于标准，人家标准系。我哋会标准数量的，数量的农产品有啊哈，不去加健康看。哦，我真认去看。我即个一看，臭色色的有啊哈，可能我哋会弄得去做。啊。啊，你讲臭加健康，你讲香香丽丽有啊哈，我说我哋会食。因为我讲讲诶，可能有用除臭剂啊，一条东西。所以我哋去个去数量的东西的时间。我就做位加健康了掉，输了就菜的时间，就像我底下都该讲的这个，个肥料的问题有啊。哦，肥料。嘿，嗯。你像我底下个我个顺头，个有只鸡料。嗯。鸡鸡是无法通过处理的时间。哦。你像我底下出想办法去了处理。哦。然后去做有机肥料。嘿。我每本记得讲去用那种生机肥。发好肥料。一只发好。化学肥料，嗯，还有加黑个种个生机肥。生机肥，生机肥就是没处理过哎。哦，吃加比较讲像黑解释就吃加对喽，去按用个叫做没有处理过的。对，哦，你看没有处理过的时候有没有？它会产生一个环境的污染，然后苍蝇啊啊病虫害。没有。嘿，嗯，所以我哋啊，我老家个解了油啊哈，它后期工程我就是归下把了。嗯，哦，古时候也哈基金地个做按用个事情嘞，处理按用个有机皮做得本菜地个农民直接来用。错啊，所以我就啊熟悉来，我咩老解了个，我李长在讲，嗯，你啊条解释皮做出来，嗯，你也没钱得，啊，我们也没有钱得，哈，嗯，然后你啊做出来，我每年就是固定你啊条种菜呀。我免费给你哦，不是钱分给的。我一年大概有几包的量给你哦，然后尽量就是说低价，你要就来买，买多，我就买多为钱有啊哈，一笔钱完全出啊，捞个啥给你们，喊你把照顾老人家的基金了。哇，我说喊嘿，老爷钱赚到啥给你们？赚到啥？韩哥循环利用。对，韩国也土地又变好诶，东西又种到较好诶，说来对人又无害处，全部就会好诶。比如讲，今每年咪有带来嘅卤嘅梅叶，错冇？也系状态真唔差做诶。啊，也卤嘅梅叶系用嘅来做，同大家收集一下。你阿梅叶发太地，是十号时候，老给吼，老给洗洗啊。哼。晾给它干，嗯，晾干之后的话，让它有个比例啦，嗯，有个比例，安尼是，然后收口，然后给安尼如下分解，嗯，
哦，哎，再个晾一下干有没有？然后再有跟糖的比例，哎呦，像啊，一千梅啊，一千糖，哎，不用嘞，剃蛋糕让老个将个糖不用了蛋糕呢，比天天安用。哦，真行呢。家下又说了一下，因为那么有条卤的个梅啊，哎，只有糖有一些的不用太多。按用卤个梅，含保留在梅基本，但个酸腰酸腰的，这种香香的米是有初恋的感觉。我们我多少尽量是做个很多原味啦。原味，你要清年米，你要清的嘛，老个怪死个啦，吼，懂得个紫苏梅，我多少尽量是个，既然咱可以是爱说，我希望找到我们原始的味，叫原味。哇。除了呀，卤的梅的盐啊，还有那我伊咧去梅的吃，韩国糖公总太建议同大家，爱同大家来分享，生来呀梅的吃，爱用的调皮怎会当好食咧？比咩优良，爱同大家来分享，从无？哦，因为佮泡椒我都是有酸，嗯，酸的饭咧磨落去，用个滚水，滚开水吼，韩国个蜂蜜按泡的饭，水了个适合我来讲，感觉像酸吃，我有一些些咧。对对对，所以我是讲，我太弟。我建议吼，我大家时间朋友来咩啊？招待朋友来是老豆个种个蜂蜜，老个水落之后，哦散开以后，老个梅子飘落去。其实剃后时间剃后是讲你的比例如果对的时候，这个感觉，再个挤一些新鲜柠檬，跟维他命 C 吧，好了哦，有一种冬笋，韩国又有普通的香味，又有柠檬的香味，韩国有梅的嘅清香，尝起来就是一个冬天空又冬好食的饮料哦。哎呀，嗯，欢迎啊，欢迎两个嘉宾，来客家中午料，如果来抢师妹做的啦。当然，哎呦，都是我去年就去传堂拜访，所以哈东西。尤其是哦，夏天哦，老到冰块落去哇，更好。不输那个柠檬，对，柠檬茶，我买个那个手摇饮料，对不对？听，我们都是在地，而且是那个原味跟食物，又可以游山来种出来个东西。你但像安尼，除了呀那个毛叶酸吃饮外，其实还有其他个饮料哦。韩国阿 Q 们爱上出上唔到，要做在地广西来出产，广西游山咖啡系老太哥。咖啡了噶。比较像各种个农产品，其实挨到山土当当人在做，种个鸡头，个种好高诶咩？它是个种个种好高，啊，就入边挨到都个我会转来有啊哈，照顾老人家，然后一个在地的就业，迄生意转来那本钱钱赚呐，所以挨到安东人有啊哈，但其实出在研究啊，到底系种企业吼。在一种咖啡哦，还有那种其他农产品哦。嗯，其实其他农产品你也要比较去了以后哈，鲜肉的还有肉的各种的配种的多嘛。嘿，因为果子类的太甜都会有用用的。嘿，啊，点多了咖啡油啊哈，你那固的好的吧，一只鸡不是鲜肉的。哈，因为佮会用个咖啡果甜度的盐，因为用个种子。所以。一包蛋以后有啊哈，所以我不会冲个料料还是唔到，所以它最佳它的用药量有没有几乎会等于零啊？嗯，还有啥？哇，好深呢！因为它的海拔的关系，还有那个温差的关系有啊哈。哦，挨的关系里边出来咖啡有啊哈，它有点类似茶饮。对，几位都好不安样。我有这种香香的米丝清米出来，有一些像茶会回甘的这种感觉。哦，冇穷哟。所以它有一个独特性，所以我就两多人，哎，这个可以推广。嗯，啊，希望讲后生人将来做。嗯，啊，我这种的下期地位都会落人家。嗯，60几岁、70几岁，哎，想买些山上的那个杂咖啡。他们有一个收入，也可以运动。嗯，莫讲。哎，总还中差，这也是一个就业的一个方案。没错，古时候就做得有新的工作机会的冬天，韩国没可能做得来想到哎，在诺贝尔大奖的后生人愿意来转到家乡，转到乌克兰，因为从做呀咖啡的产业呀哈，当当然就会知道哎，做咖啡呀的产业一种很时尚的感觉。跟老太讲，你去干用会上到工，用会识到那个机会再带下你识到关系去干个咖啡。其实石头料种的咖啡，黑都104年噶哈，哦，因为关西的矿场要复采，安内有啊哈。
我去大家哈，就要签署个同意书啊，反对他开采用的。哎，记得去问哪个种个？哎，记得装好个用福个草个咖啡布个说。真勤哦，好手工哦。草个是咖啡，哎呦，俺讲哎，俺在本地放个咖啡用爱香。所以，让我引起我的兴趣，所以俩安东也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啊。加上，去黑不黑闷到有啊，记得中道没出路嘛。 就是，因为其实咖啡条爱做到变做的生的咖啡，爱经过当多复杂的处理。嗯，所以两种也就专门去到处去求救啊，去慢慢来哈，然后底下有一些成绩出来，这种经验来讲有啊哈，各方面的测试结果都还算不错，所以我就一直讲。 干脆就推出去哦，送出去后生转了。也很亲密亲密跟目标，就会希望安样。不过其实吼，咖啡虽然含滴个三门动作，不过吼，传统已经全部就完成嘞。料理咩东丰富东澎湃的，不过唐讲伊也着个料理有伊个特色咯，就会全部都会抢菜哦，那素食料理。嘿，哈，怎么跟全部就会做素食料理啊？其实做一家素食料理，那就会开发出去啊，哎。 平常时都大鱼大肉呀，是就是该种个肉，是都多嘛。嘿，啊，来讲来就装好油啊，装好剃头的嘛个水果、蔬菜。对，青豆、青荷生又会鲜长的，可能也还从不你长长的。所以就归下去讲，哎，人家太子家还讲，往轻食还有一个吃健康的观念。 太子家来说，哇，看到也相片，其实吼，非常嘅体片呢。你看还有像要番瓜、番瓜番，对，当等一下，故说所有嘅色彩就系青对时诶，就当季嘅色彩，做出当季嘅特色咧，抢出嘅料理。嘿，当时嘅食材，当时的蔬果，然后当时来做。哇，就像今年咪有带来当亚哈亚张时节出生的，亚苏红亚黑，托马多沙拉。 什么？冬顶银，冬顶银虾，冬浆，古说也是底部迄个嘛个东西，总体几种还要设计一下。底部是各种的沙拉酱，啊，底部几个食材是各种的芒果，苹果，韩国小黄瓜丁，哇，所以有将近有个。 酸酸甜甜，因为有王林的香味，韩国人同马多因为迄菜体嘅色系来当然当好食。故事吼，其他就按上门，就会味道爱老菜体嘅色彩同大家来分享。欢迎大家有闲的时间去到家嘅传统哦，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再来讲其他条嘅故事。 节目当中哈，阿 Q 妹说到呀，所以阿妈不如加条做呀素食的沙拉，当好食。然后阿 Q 妹又会来说哪个一片料理哟？很多炒饭，哎，炒饭有嘛个好特别嘅喏呀？青冬菇嘅炒饭，虽然有嘛个冇穷用，勉强状态只同大家来小结一下。嘿啊，你啊道菜很多梅干炒饭。 梅干菜炒饭，咸菜馆的炒饭，对，因为颠覆了，太太是想讲，安尼梅干菜如果冇掺个种个菜不重要，安尼配种要炒起来冇事。因为我们标榜的在地哦是讲安度素食有没有健康，所以我们就是跟我们那个跟我们的厨妈一起来研究。哇，伊面来说，要当炒饭食起来，感觉咸菜馆虽然看起来冇变动到哦。 不过食起来就有咸菜馆的香味，也就会表示讲，加到用的材料当重要。哦嘿，用的材料吼，做出来的饭清淡顺、清甜也无加物个东西就当好食。嗯，韩国东东人其实炒饭的时间不会变，太有油，也是讲托马豆酱，东东人们爱用做，做嘛个人家着，尽量用淡顺的方式，以免没无加个东西。因为我一直强调，你遐个人吼，身体上会很多一些病痛跟一些癌症的问题，怎么会？ 吃的问题，所以很多啥尽量以在地食材，而且是采收一些那个类似自然农法，来种来采收来做，连梅干菜、梅干肉，所以我是希望是说，都不要加任何一些所谓的那个色素，色素的东西哦，那个在那个炒饭里面，所以很多啥炒饭清简单是梅干，韩国。
看起来有点辣椒的呀、啊。哦，介种的糯米椒。哦，糯米椒就是唔爱辣的介种。哎，糯米椒、哦、配色用的，婷婷。配色我是有加那个红萝卜。哦。对，我很坚持不要放那个什么，放那个三色豆吗？不是，我很强调不要放酱油，因为它几乎都是那个色素。嗯，合成的比较多啦、嗯、对，这样吃起来比较健康。对浓稠蔬菜含有营养呀，又要着冬季的食材、健康的食材、好食营养，还有茶艺的课程都得来参加。算了呀，茶艺的课程很用的给考场。其实呀，每讲有蛮茶艺，继续去挨着去担当有啊哈，还着挨有着还着林老师、林汉全老师有啊，挨着去担当个房台的茶人地方去。哦。去藏人的茶，凤台的茶园，去藏人的茶，凤台的茶园还有茶好食哦。留了地方出游，我就会去变。哦，还会去噶去嵩山去变。变到前面街道，即无社交的，凤台就安东也。也就很多夜上茶，冲嘛。系夜上茶了了，然后集中的就还有啊哈，前面茶无食。嗯。不过我哋还会经过浪，还有被自然去发酵。哦。我哋可能就会行嗰种嘅泡茶嘅方法，泡茶嘅方法，乜嘢人都泡茶，从哪条茶就人都泡茶。其实你看 ，any 啲客家人嘅茶，佢落袋嘅时间有啊，大部分都人都泡茶。哦，茶米摘下来，加茶渣摘下来有啊哈，佢唔会去落去。哦，唔会去脱。唔会脱。一唔会讲起嗰种嘅，佢就拿下来有啊哈，茶米茶渣摘下来。其实不用比其他鱼晒啊，系啊呢，晒早就按用了，泡按用就很多泡茶，系用清甜盐嘅方式，提甜盐嘅方式。哦，嘅啲啊，考场地度很做得好多嘛，咁你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你将茶来讲有啊哈，我哋会想办法有啊哈，一只茶艺的方式的话，我们会给它搭配其他的有一些饮料啊，某处含有个客家的米食呀，哦，含做在乡下来做就错个。就像茶来讲，有啊哈，其实下一个目标，我哋可能会到茶米，想办法到翻到地北度。哇，茶米咩爱做得来，老去搞到料理地度来做某乡用个食材就错个。因为茶渣富富嘛，嗯，佮晒过日后有啊，还有晾过日后，被做泡茶之后。它几乎没什么味道啊，哦，可是它是有那种香气存在。对，哇，我是哦，老太哥，真紧作为懂得希望老雅菜地嘅色彩，用清甜盐嘅方式呈现出来，做出好食嘅东西，就做得上太家来关系了，咪做得上好上瘾，做很多家乡。不过其实唔单听安尼，你行卡有行卡太嘅目标，就系希望做得照顾下条老人家。其实。我转来转下去照顾老人家，好。所以你像我哋啊，目前韩国的事业，我们这个平台，所以爱马有独立的平台有，我就最终的目标，想办法来照顾在地的老人家嘛。啊，因为偏乡地方有啊，偏乡地区的话，它的资源很不丰富，所以你讲长照2.0，我就看到什么都。所以我就希望讲初衷，按自己本身的力量。自家来做，然后按你下级的路人家照顾都好，土地照顾都好，然后天气嘛，你在村我会上班的时候，路人家挨得会老天照顾，你是体会时间挨得老天照顾，啊，按不得挨得就没办法，好，可是老人的照顾如果哈，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给你做到很完善来，我的目标就是说，把这个不要让他说很孤寂啦，因为可能你是条有条后生，可能会想讲，哎，可能就是想送到政府中心。不过政府中心就会可能还系冇付卡按送快，冇自家嘅沙气，自家嘅朋友，按用大家互相，按用乡下。故说你就想要来打造伊嘅环境，去做得本大家，你是条做得其中乡下，做得打造古有一只安全嘅环境。错，我哋嘅目标如果像我哋嘅两多沙有目标，就是说老人他。哎，你要去种菜 ，OK？ 嗯，好。可是上班很像哎，种阿祖的事情有啊，感触很多啊。哎，你的偏乡地区独居老人很多，
不然的话就是只剩下两个老人家了，很多，嗯，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完善的照顾，嗯，啊，困起湿的一点的，光是摁什么都会，会很不舒服啊，干脆，所以俺就出来按多少药，才对，我们以后就往那个目标去走，嗯，共餐做不到，我们自己来做。哇，真紧爱同伢的答数，因为其实也许同到综合环境都会面临到嘅问题，有可能政府嘅力量冇办法沉迷到暗中哈，故所就会靠社区嘅力量，系，起家来做一件事情。错啊，所以我就讲样，等政府嘅补助了的以后哈，很难啊，嗯，干脆我们有能力做多少，我们尽量去做，嗯，对，靠我们自己去做。对，其实两三年。在第一人生的过程当中，都是离开中下去到读书，那过后又转到中下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也着离开中下同转到中下安样深度的过程系嘛个？其实讲下着，安尼了喺中下说哦，唔到去市区里边读的时间有啊哈，看到的东西了，因想的东西冇用了，然后冇啥，我都室内都穿钱穿。有赚钱，嗯，我两个老人家都看用个啥，哎，挨着都系为老人家老诶，因为爹母妈要做这些时间，有啊身体唔好的时间，很想赚的时间，想办法想个想都会打算。哎呦，下面很多台北做这件生意的，下面我想诶，弟妹你嘅爸爸妈妈，故说，我知道下面来想我来谈一下，总台经理分享一下七个，做嘛该会想到讲都市会转到中下。迄阵为六年前我公公吼过世，老人家两夫妻嘛吼，剩下我婆婆，所以我有跟我婆婆讲说，那就我回来乡下陪她。是这样子，那我的想法是说，钱在钱赚太多都一样，因为你这样，还不敢眼睛冲耶。对，因为你这样我更感动，对，真的爱要及时，因为我公公的不在，然后我自己提议说我回来陪我婆婆，对，陪在她身边，你可以学到很多。我常常讲说，钱哦再多哦赚不完，爱要及时，孝顺哦也是一样。所以，哎，对，看到你这样很感动，就也想到我自己。这么个亚细会变到暗了，条件是东西是东方人工。俺想请你就系真嘅希望，当到后生人可能你都不会达标。其实仲下还有当到自家嘅爸爸妈妈、自家嘅师太人爱照顾，想到一只方法，做得转到仲下存钱，还够又做得皮师太人，也系一个亲口嘅方式。错啊，我们是说忙，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子啊，忙碌，希望很棒个到啥路的时间，每做的一个，你是说做到啥期用，做全部应该啥期该请，应该都平就了，啊，不了赚一个钱，对我自家个有啊，按衰吼，每做个自家个不客观啊，希望爱能做，先做，天天的做啊，做是许。很棒，给他留的时间，没毛病。有啥有啊？来烦恼来死，要送去老人院之类的这样。真的，也许做的 VR 的沙发 ，maybe 去搞来打表。故说各位天使机条件的乡亲朋友，要分享大家许多关系，伊可以哈水爱马不都机啊的，改变个环境来设计啊的好之类东西哦。什么罗泰哥，还有总台记来到节目当中，什么？好，谢谢。没什么天使机条件观众朋友，舒克休息一下，空下来做运动了。Thank you.